你那，然后被库巴扣走、欸，哎、欸，其实你人蛮好的、啊。哇，哎、欸，哎、欸，哦，获得骰多少获得多少钱？哦，这好像是新的，以前好像没有。对，没有印象。嗯。那个害全体以前也没印象，只记得害单体而已。好好哦，好羡慕哦，一直有钱拿耶，不能打那么多钱，怎么那么多？该二 v 二了吧？对呀、啊，这是哎，哦哟，哎呀，骂鸡骂骂鸡骂，互相伤害，接下来就好了。水果运输袋有我们很熟悉的那个水果，西瓜肯定要有。哎、欸，有西瓜，他干嘛？Give me overcook overcook。哦，它中间的线会是那样子。中间是哪里？这里。然后中间，然后中间是苹果。啊，认错人。啊。哎、欸，你哦，哎、欸，很难呢、欸。很难呢、欸。等下，拿起是右边这个按键。都是对，都一个按键。OK。你香蕉太多了吧？太多了，太多了。好，懂了，懂了，懂了，那这样。懂了，不容易，真的不容易。真的，好忙。脑袋懂了，手表是、啊。至少我们的西瓜一定要放对，这是我们的目标。好，没问题。OK， 我是负责西瓜的香蕉。哎、欸，你不要放那。我要放哪？香蕉。没有，对的，他那迅速袋在那里啊，有没有？好忙，好忙，好忙，好忙。苹果放中间安全，对，苹果就可以放很高。哇，你这个自己来，可以，啊，苹果一个，确实，哇，哦哟，啊，一分之三，就那一颗，赢了，就那一分啊！你就是没有好一颗就把我的西瓜弄掉了。其实那巧克力树好像也蛮爽的，好像也没差、啊。我们是一队的，我们要赢。那你在想什么？你看看他们的钱，你看看他们的钱。巧克力一队哦，就是心理建设要花一点时间嘞。你什么意思？不是队友。我自从被你用那个害羞一点过后，就你哭吧，害我们全部，我们的怨念更深，好吗？反正我已经垫底了，没差吧？再拉一个人下来而已啊！你看你才是罪恶多端的。我是啊，最后加速，是东巴吗？钱、哦、加倍。哦，两人停在同一格就会决斗了。决斗。还有特殊规则。哦，哦哟。啊！做什么？做什么？增加机会格，机会格变更多。机会我记得很微妙，不是吗？哎、欸，两个机会格，好远。OK， 在你背后，哎、欸，是吗？夺取星星格，没有人拿到星星。好的，星星不要了。嗯，那是不是该走快一点了？哦哟，这个是要跟我背头吗？哇！要去决斗了吗？哦，十耶！十一！哦，十一！开心过早了。耶、yeah ！哇！要去哪里呀、啊？但要去这里啊！商店内容不一样了。五金水管。哎呦！金水管是可以指定吗？移动到星星面前的一个，但要25块，好贵哦。所以你要至少45块啊！好啦，先买一个拼拼看。抢道具的，哎，对，有抢道具这种东西，哎，哎，对，这太过分了，不行，拿道具的，哎呦，你再看一下哦，该去哪里呢？哎，哦。哪个叫进？难不成快来抢我的 Junior 了吗？我是抢不赢的、啊。哎、欸，是吗？你知道我们右上角其实也剩4回，你能用 Junior 的几率也越来越少。但这里有一个幸运格。有、哎。哈！哇！有钱啦！好惨啊、哦！该抢他的星星了吧？
我没信心，说啥呢？你才信心。下一回应该会拿到。哦，有三个，好慢，我拿到了，五块钱，送你五块钱，因为他也会跟你啊。哎呦，我发现小游戏决定。哦，太好了，谢谢你，鱼美玲。不用，给大家都有机会，好不好？真的，大家都有哎。不要这么，赢的就可以有伙伴。好。哎呦，这是什么意思？哦，你有获得优势。啊，也是啦。啊。两人份。对，就刚刚的。哈哈哈。要做什么啊？啊。拼了拼了拼了连续挑战什么东西挑战什么不是还没有介绍欸他直接来了他们每个人都有专属的小游戏吗感觉是嗨、哦、你好我的爸老弟又来躲避吗你看这地上这么可怕哦呦呦呦快躲开火焰哦哎呀！啊啊啊啊！好晕好晕！优势玩家一开始有三分。哦！快抓住！快抓住！怎么抓？哦，这样抓 ，OK， 好，懂了。哦，是右拳击耶！拳击是怎样？嗯、可以打人的意思吗？大家知道优势玩家是谁？哎呀呀！哎不不不！哎呀呀呀呀！来吧，开始吧！好，开始。我保住打那个米米粒打那个米米粒不要打米米粒好可怕、啊、打那代替公主start 好凶好凶哇好好笑米又一直打我哎呀哎呀不要被击中呀恰啊、不是啊！我、欸哦、被击中了，这有点难哎、欸，他那位置没有人得分，对啊，怎么？别被击中，我们是不是被玩了啦？我的天啊，我的天啊！啊啊，完了！啊，我也被打到了，差一下，啊，差一点，不行，妹妹雷太强了，重启，啊，赢了！啊，我还是斜的耶！哦，只有西亚。快躲开哦！快躲开哦！小心哦！哎、欸，不行，要弄米米你才可以。别被击中了，我已经没有机会了。被击中了吧？哇！又怎么不被击中？我好厉害、哦！米米分数太高了。哎、欸，别被抓到！啊！我被抓走了，还是有人被抓走。明明我们都被抓走，所以让那个幽灵少了一些。谢谢你们。哦。哎，我的鸡，我的鸡，我的，我的，那是我的。哎呀呀！哎呦，明明好像还是差三分。太错哟！banana banana， 哎，加分时间哇，我都没加到。No！ 还有哎，最终回合还有 final， 还有，做什么？怎么快逃？逃去哪里？不要看我！看妹妹林，看妹妹林！好可怕！快逃！我还想打他！哇！碎碎碎碎碎碎碎！再见了各位！哇哇！哎、啊！可恶！你还想揍我、啊？那肯定的。我们分数是八七。我们努力了那么久，只是个八七。哎呀呀！我有缩短，从三分变成差两分哦。没有扣个三分，我其实会输嘞。但你这个三分真的厉害。哎呀呀！太强了！哇！我有伙伴了，他不孤单，我们好孤单哦。他只跟三回合，哦，我们也只剩被对手超过，同伴会跟别人吵，什么鬼？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什么意思？被超过是什么意思？
就人家从你后面经过啊，他就被人家牵手牵走了。喵哈在后面，喵哈在你后面，有人要？我们刚辛苦那么久干什么？真的呢？哎、欸，什么东西？设置陷阱呢、啊？就是人家踩到，对，人家踩到就钱会给你，获得大量无法丢弃石，无法丢弃的石头啊，道具吗？卡的道具，对，你的道具现在被卡住了，而且还无法丢弃，好多哦，为什么要一直塞？你是库巴这样啊，让你多一次。所以现在这样反而是一个鬼牌哎、欸。对啊。对啊，他这样好吗？好的两倍啊，坏的也两倍。没事，有人要偷你的这样了。他是路过就会被摸走吗？哦，赚钱。很多人只会敲出一跟三。哇。好过分，他就想要抢你的。没有，只是单纯因为现在那个回合数有点要赶快用掉啊。确实呢。他嘴上这么说，但是用得很开心。你看他要来啊，快走了，好过分！我其实没有很想抢哎、欸。这个有双倍吗？好好笑啊、哦。有哎、欸，好过分！哦，这个好像有香了，有香了，好过分！哎，刚这个经过不是哦，是别人经过才香。这个人好过分。换新牙，啊不对啊，我刚两次都饿啊，拍谁了？哎呀，可以买两次，还买两次，没那么多钱了、啊。好过分！李米林辛苦那么久才得到他。一回都不到就跟人走了，我的经理一点都不忠诚，这个我不要了，你走吧。还要再买吗？哎呦，好夸张！哎呦，哦，你直接买满呢？对啊，要钱不花白不花啊。哎、欸，你干嘛不去幸运阁？说明他可以两倍幸运。什么？他来了？太可怕了！来设了设置那个彩蛋要给害羞幽灵钱。哎、欸，好过分，好过分！钱好多。然后西雅只能一到三，别看了，你也只能一到三。你看你也只能塞一到三才行啊！你先看有没有。我可以那个，我指定骰子啊。啊，你有指定骰哦？哎、欸，可以突破。哦。哼哼哼。哦。然后开哪里呀、啊？一到十哎、欸。我拿骰子了。很有机会哦。效果消失了。哦。去哪里？去哪里？哇！打算直接走十步，莫非是想要去牵手手？没错，金水管啊！哇，他这个连续很恐怖哎、欸！但还有40块、啊，才可以买两颗星。你这巧克力会先用金水管，只要一颗星就够。没有，我用完你还可以用啊，真的没差。哇哇，也是哦。你看有没有钱多的地方？啊欸、有一个人也可以带我牵走，很近哎、欸，很近哎、欸，看看每个人都牵一下、欸。等一下，等一下，这干嘛？上面、欸，巧克力在上面、欸。你要干嘛？你要干嘛？看好戏，看好戏。那可以干什么呢？那个铃铛想干嘛？你不要。噔噔噔，可以敲两次的意思吗？你干嘛？很摇，很晃。哦。哇，只是变了这个而已哦、喔。身上生气了，而且乱走。啊，他换位置哦。路线也改变了，我牵不到手手了。真的耶，欸、真的耶。可以再变一次吗？没有啊，没有，没有再变哦。啊？哎、欸，为什么？你！你刚刚这么强。尖刺板，这是什么嘞？操作看看。哦，你要丢下来。丢下尖刺板。然后我们要逃，就这样子。